我说你打电话来，我在不在？啊，你无所谓的，打个小朋友之间来往是很正常的啊。哎，等我一去把电话挂掉，我一劝到了你以后，马上就不打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你怀疑他外面有人？我也是在好心劝劝的啊。我说是不是这样？这个道理？哎，这个矛盾是这样。这个意思。是这个意思的。对。那么有没有呢？没有。那么你跟谁打电话呢？那我跟朋友也不行。可以啊。可以，就是就好了。那么你为什么看到他就不打呢？看到他不想打的。你不想打的是吧？这样这个情况有多少次？几年呢？几年。而除了打电话偷偷摸摸的之外，小陈说妻子小琴还经常夜不归宿。啊，跑就是晚上不回来。啊、哦，不回来，第二天回来。这样这几天，连续五六次了。你不回来在哪里？在朋友那里。这个朋友是怎么样个朋友？一个好朋友的姐姐。他们到那里去干嘛去了？到他姐姐那里去玩。玩？你家要不要了？那我又不是没回来。那你要考虑一下，如果你老公不回来，你会怎么想？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哟，那简单了，因为你经常不回来，所以说你很爽快的。他不回来就不回来。他今天又是三次了，去年的话我都不提了。今年一三次。哎，三次。小孩在这里，那你回来？对不对？我一个人还管小孩要上班，我看他老是在从早上八点到拿个手机玩到十二点。嗯。我就劝他，昨天晚上我就劝他，我说你该聊的聊，不该聊的就不要聊。小健，你心里有什么疙瘩？我没什么疙瘩，要离就离，一句话。那你为什么没疙瘩，为什么要离呢？没意思。什么没意思呢？话多。他话多是吧？那么你个事做的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你是做了不对的啊？不对嘛，你也改啊。你知道不对就好啊。我不要改了，要离婚就离要。人家就当着你的面，我又离。他有什么地方不好？你说给我听。老公在这里，小孩在这里，你到外面过夜，你说一个女人。像话吗？小孩需要妈妈，老公需要老婆啊。我不需要。你不需要？不需要你小孩要不要？不要。啊？也不要。小孩也不要？对。我跟你说，这一父亲的孩子，没有恨心的爹娘，这些话你要懂啊。母爱到哪里去了？你妈妈是怎么养你大的呢？我到我姐姐那里去，我也不知道我到我姐姐那里去。你到姐姐那能证明你到姐姐这里去吗？不在姐姐那，不在姐姐这里。他一走，我这地方给他姐姐的。哎，我问他他在不在？哎，不在我肯定担心了。哎，我司机马上找到，他马上你不回来，电话也不接。那 QQ 都是跟谁聊呢？哎，他跟谁在聊？他的手机都是他身上，你也不知道。我拿出来，他就跟他吵闹的。那我没聊 QQ 呀，我聊 QQ 干嘛？我没有上 QQ。没有啊。那么你老公怎么说你的上可可呢？他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问你，总有证据的了。妻子小琴一口否认跟别人网聊，但是小陈却说孩子童言无忌，儿子都亲眼目睹过母亲跟别的男人视频聊天。没有。那小孩子知道就是在视频聊天了，好像跟个男的在视频聊天。视频聊天，我斗地主也是视频斗地主。是啦，当天第二天就是送小孩，故意说我送小孩。嗯。当天晚上把衣服给收起来，弄小包放在小孩的书包里面。好，就走掉了。怎么小孩送出来就不回来了？不回来了，打电话也不接了。视频在哪里跟谁聊过天？根本就没有人聊过天，瞎说。你老公在说你儿子看到的？我儿子看到过，我儿子看到谁？看到谁了？我儿子看到过。那么你晚上不回来是不对的了。那是我的自由。你的自由也不能超过底线。对不对？家庭你要顾牢呀。如果说不好的老公，你我们这个节目也经常在看，早就八张拳头下来了。小陈说，他怀疑妻子外面有了别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我说小孩子吧，睡该睡，我们睡在这边，不跟你睡的，是，你就把你只要抱一下，马上就骂，要骂那个。我说你把我当不当好老公看来的？那一抱了我只得觉得打哆嗦。他抱了你，你就打哆嗦了。对，那时候眼睛瞎了。你现在眼睛亮了，外面看到了，好的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给我身份证拿了干嘛？我问他。我身份证拿了有原因的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他怕你跑。老娘就这句话是说的实话。说实在话。我跑哪里去？因为你身份证拿了就飞了，现在这样子还要在外面过夜，哪个男人不慌？老娘就觉得夫妻俩要想今后再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丈夫小陈必须大度，必须要做到不计前嫌，不要去翻老账，
好不好？我保证的啊。好，那行，我做不到。那你看你做不到，他每次说的时候说我在外面干嘛一干嘛。哥们，你到底有没有到外面去呢？到外面去过。去过的，去过的了。他们去过那里，他当着我姐姐结婚的面前也说的了，是不是？他每次都也说的两句嘛，就在那面前哇啦哇啦在那里叫，叫到那心里烦不烦？那么这些你做不许他叫，不检查一下自己还要管说人家，你真是糊涂啊！你外面是有人请好的，是不是？是我的错，本来就是我的错，我要离婚。本来就是你的错，错好改，老公原谅你。我改不了。如果说你这样这个脾气的话，不要说嫁一个老公，嫁十个老公也是不会好的。说真话，永远吃亏的是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离婚。还要离婚？对。脑子要好好动一动。不是现在人家喜欢你，一句两句好话你都听进去，今天他们喜欢你，不定喜欢你一辈子。你跟着老公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但是任凭老娘就怎么劝，妻子小琴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离婚俩字一直挂在了嘴边。我建议不要心急啊，别去离婚，我想他一定会懂的啊，给他点时间，你说好不好？嗯啊。那么小琴，做父母的都要向孩子幸福呢啊，好不好？